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，军相又来了，谢谢大家，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，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百万了，多不容易！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，他在播的时候，我要盯着直播人数，升还是跌？一觉醒来，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。一段时间，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，真的无限感激。最后，我要跟大家瞪眼看，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，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五七报新闻，俊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。感恩感恩感恩。